小白，你要耐心，元祖之心说的，耐心是一种美德。我这一把不出海妖，海妖被削了，不想出。海妖被削，不想出海妖。算了。哎，等个大，等个睁眼前吧，等一下吧。这个线也不着急。我不能每样都来一个吗？闪耀和火耀，这才是最强搭配。小青龙，杀了杀去。跟我的小伙伴们打声招呼吧。哎，我的。别错了，永不动摇。哎呦，兄弟！原主之心需要对付这么多火花吗？The ally has been slain.
嫉妒啊，小白，我的伤都是我的爱。就挺难受的吧，我会觉得有点难受吧。他绕了个身位吗？我觉得，我以为雷欧娜走了呀，雷欧娜绕个身位，你得先兵后礼，挺尴尬的。真能打吗？我就不一定能打，我害怕。700血左右，艾克也没大招，我们家野区的好像打的有点大了。大招那有就送来用的呀，压血线呗，把他打走，有就用好吧，有就真有就用了。
喂，我要开始思考，青龙刀吗？这英雄还能，这英雄还能青龙刀吗？真的假的哥？还是想有点想出我的火炮跟绿叉之间纠结一下。火炮输出环境会更好一点吧。那绿叉，绿叉的基础属性很低。叉吧，是吧？绿叉还可以了。元祖之星信用卡，费用上限随便刷。需要我去重伤吗？我挂重伤嘛，这把我可以挂重伤。金克斯可以挂重伤。我代表和平和正义和。永不动摇。我想操作一下，哎，我的，想操作一下，我也感觉可以操作一下，哎，我这下一米扭掉，手法生疏了，我已经扭了两下，我想骗他把E交了嘛，扭了两下，结果他没上当，手法有点生疏了，我走位没走位好了，给他们AD吃到击杀了。玩花了，这么帅啊，没血池啊，一个意思。
永不动摇。哎，上 TP 了。需要围绕啊，围绕围绕，没闪现了，下波怎么办？这波闪现掉了，下波没闪现非常的害怕，需要保护，哥几个保护一下呀，没闪雷欧娜好开我的，雷欧娜大招远距离就保开我，开我团的话还真有点难受。伤害很高啊，让我一几下对面就吃不消了。我的伤害肯定是高的，但也要能打出来，出了绿他会火炮的话伤害更加，火炮会稳一点呀。专注，小黑小白准备行动，我瞄准你完蛋。迷路了，兄弟。准备好了吗？哎，没有打过团战呀。是啊，我感觉没有打过那种五 v 五的团战，我的装备技空有一身武力啊，没办法施展。就现在就给我一种空有一身本事，但没有办法施展的感觉。看一下我的站位好吗？
专注。星光会命，有人醒来才发现这洞里可容不下这么多人。大 L 上，我们的闪是什么？是没什么办法，这阵容选出来 AD 金克斯是不好，这个阵容选出来金克斯是不好发挥的，我很痛苦啊。是不是金克斯的问题，是这个阵容选出来金克斯就是不好发挥的。没有前排没有那种控制没有位移的传统 AD，想输出肯定是有困难的呀。这波有闪的，不知道能不能打回来，搞回来一点。还是应该出火炮的，哎，我还是后悔的。这个阵容就该出火炮，不该选择出绿叉的。等到六层的时候再换吧，六层的时候再考虑。不动摇。哎，这被遇到了吗？但我不可能交这种闪了，这种闪交这波，那他没有 A 死就被 EZ， 有点难崩啊。没有我的团战伤害怎么够呢？
对啊，我不带的伤害怎么可能够呢？双刺客，双刺客打战士就是难斩，双刺客打战士打前排，打那种大前排都打不动的。他们中野这两个英雄对于他们瑞文来讲，瑞文可以一个打两个，就是这简单，就是一个可以打两个。发挥不了，很帅，但是瑞文哥完全不慌，我下一波没闪现，下一波没闪现又得死。三路瑞文哥，小心下把加油啊！